等我一下，我30秒回来。哇21 20 19 18不想说忘记了。哎，高翔，高翔，啊，可以问你吗？不可以。你有没有突然好想过一个人？所以我说不可以啊。没有啊，不突然。啊，突然好想过一个人。有吧？有。怎样？没有，我现在。你没有跟我说这段哦，我不知道他跟你说什么。我也突然好想一个人，可是。谁？你妈？他不是。不是啊，不是。谁？我想。萌萌哒。不是不是啊。我突然好想以前一个和我同班的人，就是现在转学了，不知道他现在过得好不好。希望他会过得很好。好，就这样。哦，是的。对，好，来吧。等一下，我再讲一下。我这首高音可能会上不去，可能要你们的耳朵要等一下。好，可以开始了。那个阿贝贝斯没有送哎。最怕
献给突然很想的人，谢谢。